哦，这很好玩的。哎，你水平很高哎！对啊，他们花了50个币，一个都没有刷到。我有秘诀啊！什么秘诀？就是狂密阳，狂密阳。你知道大家都很想在我们节目里面看到你，是吗？对。这里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蔡徐坤身体非常好。yeah, 非常好，就把机器都快养满了。我带我刚刚抓的小猪，还有这个应该是小人，小兔子，就小兔子。给，反正就是给大家拜个年，就是希望大家平安的，阖家团圆。